智利矿工的获救呢，这个成为了全世界的大头条。但是我们的立委质询抢曝光呢，也异想天开的要求台湾应该要向矿工致意，方式是什么？是邀请他们到参观花博。这样的一个质询呢，一时让这行政院长吴敦义是为之语塞。我们一起来听。阿麦当邀请人家矿工来台湾吃土的呀，对吧？阿麦公公去好，你看好不好？那邀请他们来台湾看花博。哦，邀请他们来台湾看花博是吧？没，你看完了。这我请外交部哈、哦、考量看看好不好？哦、因为我们也有其实外驻代表嘛。我们这虽然。